这怎么受得起？三王爷前几日身体不适，我得忙于婚事，未能前去看望。这杯茶，理当由我和五王爷敬您才是。大胆！既是赔罪，怎可用这喝过的半杯茶敬我三哥？那我倒想问问，既是贺喜，又怎能用这喝过的半杯茶敬你五哥？滚！ 贱人，疼吗？不疼。你住手！母妃，刚刚是明明是冷离故意把茶水泼到我脸上的，大家都看见了呀。母妃，你要为儿臣主持公道啊。母妃，六弟的言语是过于鲁莽，但是五王妃行为实在恶劣，应当严惩。